逼小媳妇给我送来的豆角给它切成小丁丁，胡萝卜切丁，土豆子切丁，水中加入200粒咸盐，切好的食材水开下锅焯烫2分钟，煮好捞出过凉控水，蚝油就来一滴的，300粒精盐，50粒鸡精，13姨的妹妹13香搞里头，一敲淀粉搞里头，面带微笑给它搅拌均匀，咱们给它揉成光滑的面团，放上蒸锅，扣上锅盖，上锅蒸它15分钟。这个就是家庭版素丸子的调成，上方红心帮忙点亮，求求大家了，没有你的双击真的不行，让我也上次热门，感谢大家支持。嘎嘎好吃的豆角丸子滋完成了，蘸上小料汁儿，哎呀，我先搂一口，老香了，我再搂一口，蘸点料汁儿，